大家好，欢迎到 Sis Mandarin 来。Hello, welcome to Sis Mandarin. 今天我们会学一段李彦宏的演讲。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clips from 李彦宏's speech. 好 ,first, I'm going to introduce 李彦宏。好，我会先介绍李彦宏。Then, I'm going to explain the clips sentence by sentence.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Now, let's get started. 好，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李彦宏。Now, I'm going to introduce 李彦宏。好，那他就是李彦宏。李彦宏。好，他姓李，他姓李，他叫李彦宏，他叫李彦宏。他出生于1968年。他出生于1968年。好，出生，出生 ,it means to be born. 出生于1968年。于 means in or at. 他出生于1968年。He was born in 1968. 李彦宏出生于1968年。他是山西阳泉人。他是山西阳泉人。He's from 山西 province, 阳泉 city. He's from 阳泉 city of 山西 province. 好，那山西，山西是山西省。省 means province, 山西省。阳泉，阳泉是阳泉市。阳泉 is the name of a city. 阳泉。好，那他是山西阳泉人。He's from 阳泉 city of 山西 province. 他是企业家。他是企业家。企业家 means entrepreneur. 他是企业家。他是百度公司的创建者。他是百度公司的创建者。好，那这个是百度。百度。公司，公司 ,it means company. 百度公司的创建者。创建者。好，那我们看一下者。It means person. 创建者，创建 means to create. 创建。好，所以他是百度公司的创建者。He's the founder of 百度。好，那我们再来介绍一遍。好，那李彦宏他出生于1968年。他是山西阳泉人。是一个企业家，是百度公司的创建者。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对计算机非常有兴趣，我记得那是在1984年啊，我当时在山西省的阳泉市，我所在的学校就买了几台计算机，学校里头光我们一个年级呢就有400多人，总共呢只有几台的这种苹果电脑，那么。只能有少数的学生有机会去学习这个电脑的使用。那么当时学校怎么做呢？他就用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是考一次试，谁的数学成绩好，我们就选他去学计算机。当时呢，就满怀，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对计算机非常有兴趣。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对计算机非常有兴趣。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对计算机非常有兴趣。When I was very young, I was very interested in computers.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在很早的时候，好，那我们说在的时候就是 when, 在很早的时候，很早，早就是 early。那在很早的时候就是 when I was very young。好 ,for example, I can say, 我在吃饭的时候 ,it means when I was eating. 好，那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对计算机非常有兴趣。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计算机。计算机就是 computers， 计算机。好，那就对计算机非常有兴趣。非常就是 extremely， 非常就是很有兴趣，非常有兴趣，有兴趣，有兴趣就是 be interested in， 有兴趣。好，那我们会说对什么有兴趣，对什么有兴趣，对计算机有兴趣， interested in computers。好，那 for example, I can say, 他对音乐有兴趣，他对音乐有兴趣， he's interested in music, 他对音乐有兴趣。好，那我再来读一遍，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对计算机非常有兴趣。我记得那是在1984年。我记得那是在1984年。我记得那是在1984年。I remember that was in 198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记得，好，记得，记得就是 remember， 记得。For example, I can say， 你记得吗？我记得。Or 我不记得了。我记得就是 I remember， 我不记得了 I don't remember。 好，那我记得 I remember， 那是，那就是 that， 是 was， that was 在1984年。好，我们来看一下1984。 When we say the years we read it one by one。 1984年，年就是 year， 年。好，1984年。好，我记得那是在1984年。我当时在山西省的阳泉市。我当时在山西省的阳泉市。我当时在山西省的阳泉市。At that time, I was in Yangquan City of Shanxi Province。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当时，当时就是 at that time， 当时。好， for example, I can say， 当时他在家，当时他在家。 At that time, he was at home， 当时他在家。好，那我当时在山西省的阳泉市。好，那在山西省。好，那我们刚才说过了，因为这个李彦宏他是山西省阳泉市人，所以他当时在山西省阳泉市。那省就是 province， 省，山西省的阳泉市，市就是 city， 市。好，那他当时在山西省的阳泉市。是，我所在的学校就买了几台计算机。我所在的学校就买了几台计算机。我所在的学校就买了几台计算机。The school I was in bought a few computers.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所在的学校。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所 it means which or that. For example, I can say,我所认识的人 The people I know， 我所认识的人。好，那我所在的学校，学校就是 school。 那我所在的学校就是 school， The school that I was in。 我所在的学校就买了，买 means to buy， 买了几台计算机。好，那我们看一下台，台就是 measure word for computers， 一台计算机 one computer， 两台计算机 two computers。 那我所在的学校就买了几台计算机。好，那这个几呢 has several meanings， it can mean how many or it can mean a few。 在这里呢 it means a few，
a few computers, 几台计算机。好，那我再来读一遍。我所在的学校就买了几台计算机。啊，学校里头光我们一个年级呢就有400多人。学校里头光我们一个年级就有400多人。学校里头光我们一个年级就有400多人。In my school, only our grade has more than 400 people.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学校里头，学校就是 school， 里头，里头就是 inside， 学校里头就是 in the school， 学校里头。 For example, I can say 家里头，家就是 home， 家里头就是 in the home， at home， 家里头。好，学校里头光我们一个年级。好，那这个光就是 only，指我们一个年级，或者光我们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年级 means grade. For example, I can say, 他是一年级的学生。他是一年级的学生。He is a first grade student. 他是一年级的学生。好，那光我们一个年级就有400多人。好，那就有400。那百 means 100, 400。400. 好，那400多 means more than 400. 400多就有400多人。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学校里头光我们一个年级就有400多人。啊，总共呢只有几台的这种苹果电脑。总共只有几台的这种苹果电脑。总共只有几台的这种苹果电脑。Altogether, there were only a few.Apple computers， 总共只有几台这种苹果电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总共。总共 means altogether。总共我们也可以说一共，一共啊，总共。For example, I can say 总共20块钱。总共20块钱 ，altogether $20。总共20块钱。好，那这个是总共只有，只就是 only。Only have, 只有几台这种苹果电脑。几台在这里 means a few. 这种就是 kind. 这种 this kind of 苹果电脑。苹果 means apple. 苹果。电脑也是 computers, 计算机或者是电脑。好，那这个只有几台这种苹果电脑。那么只能有少数的学生有机会去学习这个电脑的使用。那么只能有少数的学生有机会去学习这个电脑的使用。那么只能有少数的学生有机会去学习这个电脑的使用。Then only few students had a chance to learn how to use the computers.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 means then, 那么只能，那这个能 means be able to, can, only can, 有少数的学生，少数 means few, minority, 少数的学生，多数就是 majority, 少数 minority, 好，那么只能有少数的学生有机会，好，机会就是 opportunity， 有机会 have opportunity。For example, I can say 他有机会去中国。He has an opportunity to go to China。他有机会去中国。有机会或者没有机会 ，do not have opportunity。好，那我们说只有少数的学生有机会去学习，学习就是 study。学习，学 is study， 学习 is also means to study。 好，学习，比如说 For example, I can say 你们在学习中文。 You are learning Chinese。 你们在学习中文。 I also can say 你们在学中文。 你们在学中文。 Both are fine， 都可以。好，那电脑就是 computers。电脑的使用
使用就是 usage, how to use it, 学习电脑的使用。For example, I can say, 学习手机的使用，手机就是 cell phone, 学习手机的使用，学习手机的使用。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那么只能有少数的学生有机会去学习这个电脑的使用。那么当时学校怎么做呢？当时学校怎么做呢？当时学校怎么做呢？ How did the school do at that time?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当时，好，我们以前说过，当时就是 at that time。当时学校 school 学校怎么做呢？怎么在这里就是 how 怎么做，做就是 to do, how to do 怎么做。 For example, I can say, 怎么做饭， how to cook, 做饭就是 cook, 怎么做饭， how to cook。 好，那当时学校怎么做呢？他就用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是考一次试，谁的？他就用了一个办法，就是说考一次试。他就用了一个办法，就是说考一次试。The school used one way, that is to give them exam.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就用了一个办法。那这个他 here it refers to the school. 他学校就用了一个办法，用就是 to use, 用。 For example, I can say, 用笔写字 use pen to write, 用笔写字。好，他就用了一个办法就是 means, method, 他就用了一个办法，就是说考一次试。好，就是在这里就是 is, to be,就是说考一次试。好，那我们说考试就是 take exam, 考一次试，一次就是次就是 time, 一次就是 one time。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遍，他就用了一个办法，就是说考一次试。测试谁的数学成绩好，我们就选他去学计算机。谁的数学成绩好，我们就选他去学计算机。谁的数学成绩好，我们就选他去学计算机。Whose math is good, then we would select whom to learn computers.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谁的数学成绩好，谁就是 who, 谁的就是 whose。 数学成绩，数学就是 maths, 数学。成绩就是 score, result, 数学成绩好， good, whose math is good. 好，那我们说谁的数学成绩好，我们就选这个就是 then, 选就是 select. For example, I can say, 选学校 to choose schools.我们就选他去学计算机。去就是 to go, 学 to study, 计算机 computer。 好，那我们就选他去学计算机。这个他就是数学成绩好的人。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谁的数学成绩好，我们就选他去学计算机。好，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Now, let's review. 李艳红，她姓李，她叫李艳红，她出生于1968年。李艳红，她是山西阳泉人，她是一位企业家，她是百度公司的创建者。好，那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李艳红说了什么。We are going to review what Li Yanhong said in the speech. 计算机，有兴趣。李彦宏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计算机有兴趣。记得，年，
年。我记得那是在1984年。当时，当时，省，省，市，市，当时我在山西省阳泉市。当时我在山西省阳泉市。所，所，学校，学校，台，台，我所在的学校只买了几台计算机。我所在的学校只买了几台计算机。里头，里头，光，光，年级，年级，学校里头，光我们一个年级就有400多人。学校里头，光我们一个年级就有400多人。总共，总共，苹果，苹果，电脑，电脑，总共我们只有几台这种苹果电脑。总共我们只有几台这种苹果电脑。少数，少数，机会，机会，学习，学习，使用，使用，只有少数的学生会有机会学习电脑的使用，只有少数的学生有机会学习电脑的使用。怎么，怎么，做，做，当时学校怎么做呢？当时学校怎么做呢？用，用，办法，办法。考试，考试，他用了一个办法，就是考一次试。他用了一个办法，就是考一次试。数学，数学，成绩，成绩，选，选。谁的数学成绩好，就选他去学电脑。谁的数学成绩好，就选他去学计算机。谁的数学成绩好，就选他去学计算机。OK, 好，那这个就是李彦宏的这段演讲。This is the clips from 李彦宏's speech. I hope that you like it. 希望你喜欢。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好，谢谢，我们下次见，再见。Thank you. See you next time.